Hello everyone， 大家好。我是来自华为云云原生团队的黄健，非常高兴能在这里给大家做这个分享。华为云一直以来都致力于打造面向未来智能世界的云底座，而在这其中，云原生的在其中起到非常关键和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在几年之前，我们华为云云原生华为云这块做了很多一个战略，我们希望将云原生将容器作为未来整个云基础设施云的主要界面和主流量入口。而我们非常欣喜的看到，现在我们去统计，我们华为云上已经有80%的用户选择和采用了云原生技术，而我们华为集团也率先进行了云原生改造的实践。我们的华为的终端云、华为的流程 IT 等都进行了云原生容器化的一些改造。在今年上半年，我们的终端云已经完成了100%的微服务的容器化，我们在整体资源的分配率达到87%，留有余量的情况下，实现了我们的资源使用率可以平均达到40%。在这个40%资源利用率的过程中呢，我们通过了我们操作系统的内核、我们的 CPU 的调教等各种优化，让 CPU 上去了，资源利用率上去了，但是应用的性能不抖动。另外在这里呢，我还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数据。经过我们的统计，我们当前目前在华为云公有云的 region 上，所有云原生服务的算力，相对于我们整个公有云 region 的算力的占比已经达到了30%。然后像今年像 AI 比较火，像 AI 啊、大模型等新兴的一些服务，新兴的算力已经100%实现了容器化。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数据啊，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可能就22%，然后8个多月的时间就攀升了8%，所以这个云原生改造速度已经非常快。所以随着这近10年云原生技术的发展，我们看到星星之火，开源的星星之火已经燎原。然后面向未来呢，我们判断整个云原生的基础设施可能还有3大趋势，这是我们的判断。第一个可能是云原生算力的泛在化，我们通过标准的容器技术、标准的云原生的相关的开源技术，可以实现我们多云、我们的混合云、我们的边缘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环境下的应用和负载的统一的协同和管理。然后第二个事情是云原生算力的 serverless 化，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客户会跟我们提，他们希望把他们的精力更多的聚焦于它的应用开发本身，而非去管理那些细碎的资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面向应用去打造 workload optimized serverless infrastructure， 这个将成为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然后第三点呢，是云原生算力的智能化。一方面来说，随着大模型等 AI 技术兴起，未来咱们云上越来越多的算力会呈现 AI 化，会运行更多的 AI 算力，这是一个。但 AI 的技术终将也会反哺我们整个云原生的基础设施，未来我们的云上的应用会更加智能，它可以实现自动的应用规模的推荐、自动的应用的智能的调度、智能的运维、智能的故障的迁移和管理。那未来我们将持续去会打造一个 AI driven 的 cloud native 的 infrastructure。其实在过去几年，我们其实围绕着刚才我提的第一个方向，就是云原生算力的泛在化，一直持续在做很多很多的一个技术和包括我们的产品。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把我们很多的核心的关键技术通过开源开放的形式贡献出来了。首先我们可以通过 Commander 加 Copage 实现云边端所有的各种环境下工作负载的统一的协同。我们现在可以让应用做到跨集群、跨云的弹性、跨云的容灾和管理。在 Copage 中，我们也引入了像 Copyrebel 这样的云边协同的智能机器人的一些子项目，将我们的智能推向了边缘，将未来智能世界万物互联的一个提供一个基础。然后刚才是说我们的地理位置，工作负载的运行的地理位置可以做到泛在化。那下面我们通过 Volcano 这个技术实现了我们算力的泛在化，我们可以将 AI、 大数据、 Serverless、 微服务、高性能计算、多样化的工作负载通过 Volcano 统一运行在一个云原生的基础设施之上，实现客户的精益用云，
通过一个原生技术实施提升整体的资源利用率。然后我们通过 Capital 可以实现我们服务的标准化，让我们的应用可以服务可以在云任何环境上进行运行。在这里我非常欣喜的跟大家分享，我们的 Kamana 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 CNCF 项目的Sandbox 阶段，正式晋级孵化项目，也是经过全球多个伙伴的共同的努力啊。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伙伴已经在自己的生产环境中使用超过了100家的集群和30万家节点的统一的一个管理。面向未来，我们华为云会继续的努力啊，在 Serverless 加 AI 各方面会继续去做更多的一些开源的一些孵化。今年上半年我们在欧洲 CoopCon 的时候发布了我们的 Serverless 容器引擎的项目 Quasar。我们通过 Quasar 可以将 Webassembly、将 Quark、将 Cloud Hypervisor 等各种安全的容器运行时运行在一个节点上。因为未来 Serverless 算力会更加趋于多元化，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云原生基础设施的投资运行多样化的一个算力。那今天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开源项目 KMesh。面向未来的 Serverless， 我们认为 Serverless 的形态下未来的应用会更多的以 Service 作为未来应用网络的一个标准，而不是传统的我们提的更多各种各样的 IP， 那太复杂了 VPC IP。 那未来应用是以 Service 为基础的，然后 Service Mesher 会在其中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 Serverless 算力的轻和 Service Mesher 里面 Sidecar 的重其实是有矛盾的。那我们这一次呢，在 KMesher 中将我们的服务网格的数据面嵌入到我们操作系统的内核中，可以让多个容器共享一个内核，实现我们服务的7层、4层的转发，包括流量的治理，让应用可以更加高可靠的在上面运行，而且可以在降低70%的资源的情况下，可以提升咱们的利用率50%。当然我们致力于将我们的 KMesher 打造成未来面向 Serverless 的统一的应用的服务网络。所以在这里我郑重地宣布，我们的 KMesher 已经正式开源了。大家可以在 GitHub 上直接访问相关地址，扫描二维码也可以直接访问到我们的GitHub 的网站。如果有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移步到我们的在 Keynote 之后移步到我们的展台进行一些深入的交流。好，最后非常感谢大家，希望我们一起努力打造开源开放的云原生世界。好，谢谢。